呢樣嘢絕對唔可以喺你手嘅，一定要攞到手。係嘅，主人。你死心吧啦！你問過我先啊！既然係咁，我有用武力解決問題啦。放炮過嚟啦！这个就是流沙包。我记得流沙最喜欢吃的就是流沙包。他说岭南中菜厅金黄色的流沙包就好像他祖国咸蛋声一样混乱。一咬下去，入面金黄色的乱汁汹涌而出，激发人类最原始的欲望。怎知到最后始终被超人阻止了我们两个的金断之恋。但想深一层，又使乜咁执着呢？全城熱賣流沙包，嶺南中菜廳有售。